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andarin Corner. This is Eileen. Before we start today's video, I'd like to quickly introduce you to our website, mandarincorner.org. We believe we offer the best free content for Chinese students who are advanced level beginners and intermediates. On our website, the content is organized by student levels, so you can focus on the content that is appropriate for you. You can study our content in four ways. First, by downloading free PDFs on all our videos, and also downloading free audios on most of our videos. Secondly, you can study our content by focusing on just the audio of the videos, and following along using a pinyin version of the transcript, or a Hanzi only version of the transcript. Thirdly, you can study videos that contain supplementary flashcards. The flashcards allow you to really drill the video's content. Finally, you can stud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required to pass HSK 1 to 5 with our free flashcards. Now, let's learn some Chinese. This rain, 下的雨不大呀。 哎呀，还是带把伞吧。 真没想到今天会下雨，还好这个雨不是很大。那么今天我们要去市中心看一看，带你们去看一看我们这边的步行街。天空啊飘着一点点小雨。 打到身上还是有点凉的，还好我多穿了一件毛衣啊，上坡。希望等一下这个雨会停，那就好了啊，不要一直下雨啊，我带了一把伞。 万一下大的话，我还有伞。可是很奇怪啊，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看天气预报，明明说的是今天是晴天，可是到了上午10点多钟就开始下小雨，然后我再返回去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又变成了小雨。 说很闷，是不是很奇怪呢？哦，你看这些车，这边呢在修路，所以啊，这个路啊很陡啊，不平，看很多石子。啊，今天真的好冷。昨天我出来的时候还特别的热，我穿了一件大毛衣。 然后出来的时候发现，哇，怎么这么热？哇，这里好危险！你看，啊，让他们先过吧。可以走了。在我的右手边是一个小区，小区里面有很多别墅。 不像我们普通的高楼大厦，居民房有很多层，这个呢是富豪住的，就是有钱的人才能住得起的。我觉得住在这里挺好的，因为出来就是江，然后往前面走，就是一个很大的公园，那个公园很适合骑自行车。 跑步，就各种运动都非常的适合。哦，
虽然有点冷啊，但是我觉得很舒服，因为这个风啊有一点凉凉的，吹在脸上很舒服。有一次啊，我从这里经过，我看到路上有一条蛇，不过已经被车子给压死了，好可怜，好像下大雷。等会找个地方避一下雨。啊，我听到小鸟的叫声了，鸟儿们在唱歌，因为今天下雨了，它们很开心。啊，我现在要左转去到公园里，公园里比较安全一点。今天是周日，应该会有很多人在公园里运动哦。但是现在雨下大了，要不要拿伞出来呀？拿伞的话，我就只能一只手骑，哦，那样会不会很危险啊？哎，前面有一个地方我可以躲雨。哦，不行，我的自行车上不去。我说的是那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再找一找，真的下大了耶！哦，你看，因为下雨，公园里都没有人啊，前面有几个小孩子啊，一只小鸟。不行不行，我得赶快拿伞出来。在这里停一下吧，是在这儿。好嘞，还好我备了一把雨伞。那现在我就要骑慢一点了，我先骑到前面的早餐店去吃早餐，然后在那里等，看雨能不能停。哦，希望它能停下来呀、啊！其实为什么我说一只手骑车很危险呢？因为我习惯用右手骑车，左手拿伞，但是我的右手边的刹车坏了，所以没有办法刹车。那如果我要紧急停车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停了。哦，这个时候我真希望我有三只手，一只手拿伞，两只手骑车，对吧？其实下雨天也挺好的，这个公园就属于我一个人了。偶尔还是有一些人的，因为今天毕竟是周日嘛，所以有很多的家长会带小孩子到公园里来玩。只可惜呀，下雨了呀，到处都是湿哒哒的，还得要带伞，多不方便。怎么办？前面有一个上坡，我担心我一只手骑不上去，要不就停一下。下坡下坡。哇，我看到前面有喷泉，想骑到那边去看一下。我的自行车可以变速的，如果上坡的话就变到三格，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很轻松的上来了，哪怕是一只手。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到，在我的左手边有喷泉，我们骑到前面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了。
他们在抽烟。哇，我其实很喜欢下雨天的，因为下雨天感觉空气很清新，没有什么灰尘。哦，觉得人也很舒服啊。怎么办？下来吧。前面是楼梯，所以我只能走下去。哎呀，没有刹车真的很麻烦，只有一边呢。哎呦，好了，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到，我先给你看，在我的这边看到了吗？在那边喷泉。我还以为今天只是下小雨呢，天气预报在骗人。哦，嗯，这个是桂花，看到没有？桂花好香哦，这一排都是桂花，我特别喜欢桂花的味道，因为它真的好香。我小时候，我妈妈经常用桂花做一种糕，一种糕点，很香很甜，因为它会放很多糖。嗯，好香好香好香，一股香味，一股桂花的香味。好了，早餐店在我的右手边。哦，好像他们关了。哦，嗯，他们店已经不开了，那我麻烦大了。我现在在这里躲雨，等这个雨停了，我再继续向市中心出发。太不幸了，而且我想吃的早餐也关门了，因为现在已经很晚了。现在是几点？这里现在已经到了11点，所以他们都已经收摊了。现在雨停了，我们现在继续吧。我等了大概20分钟。嗯，骑快一点现在，因为前面浪费了好多时间，我还没有吃早餐。等我带你们逛完了我们的市中心，我再去吃午餐。哦，加速，加速就是说要骑快一点的意思，加快速度的意思。这个公园是不是很棒？因为它很长，而且一路上都有很多的树啊、花，还有椅子，可以凳子，大家可以坐在凳子上玩手机。很多人都在公园里面玩手机。哇，你看地上好多花瓣呀，好美，紫色的花瓣，这是紫色吗？有点像红色的，又有点像紫色的。哦，怎么会有雨呢？平时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在这个地方呢会有很多中老年人到这边来跳广场舞。前面是一家酒店，很高级的酒店，但不知道是几星级的。那是摄像头啊？对呀、啊。摄像的。对呀、啊。摄像的，照相吗？摄像的。专门摄像啊。对呀、啊。哎，这个酒店是几星级的？它装修是按5星级装修。这么大呀？五星级装修，人家谁装修是按5星级，但是凭证的时候没有。哦，没有那么高的啊、哦嗯。但那应该很贵吧？4星级。
那如果 要住一晚上多少钱？400多咯。那好便宜哦。啊，400多有800多了，有1000多了。哦，就最低的是400多。最低400多、哦。我说四星级400块钱还算便宜的嘞。你是记者吧？不是记者，这个就是拍一个等于说旅游记的那种感觉。嗯，你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啊。你是保安这里的啊？对。嗯，好，那拜拜。那拜拜。原来这是一家四星级的酒店，但是那个刚刚那个保安大哥跟我说，他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按照五星级的标准来装修的，但其实呢只是只有四星级，所以它的价格呢也并不是很贵。刚刚那个保安大哥很搞笑，很有意思啊，他对我这个摄像头很感兴趣。前面新开了一家早餐店，哎，是不是在这前面？好像我走过了，我之前在那里吃了一次早餐，我觉得那个早餐很一般，因为那个鸡蛋炒的不好吃，而且只有一个鸡蛋，根本都吃不饱。那个面包，他们烤的那个面包就是这么大一个，就三角形的，两小片，太小了。前面有一棵大树，这棵树好大，真的好大，应该有40-50年的历史了吧。滴答滴答滴答答，这会儿人应该多了，很多人都已经起床了，出来逛街了，因为今天是周日。嗯，哇，你看前面的这些全部都是共享电动车，而不是共享单车。现在很多人更愿意用电动车了，因为电动车要快一点。过马路，这叫十字路口，因为它长得像十，就是我们汉字里面的十字，所以叫十字路口。十字路口骑车是非常危险的。烟味，哎，好像没可以骑进去，太好了。哦，他不说不可以骑自行车吗？但还是有很多人骑进来。那个保安看着我，但是他又过来阻挡我。那应该是可以骑吧，反正我骑慢一点。这里好多卖衣服的店，我觉得这边的衣服店呢，他们家的衣服并不是很好看，而且啊，这里很吵，你们有没有发现，每一家都有一个大大的音响，来推广他们家的东西。但是大家都用的话，都用音响的话，那就没有什么特色了。这是一个博物馆，欢迎进店选购，欢迎进店选购。这里比较好，你看它，店门口啊是有屋檐的，所以下雨天或者是大太阳的天气呢，都可以出来逛街，也不怕被雨淋。冰淇淋，还可以啊。
他说我这个摄像头摄像机很先进，呵呵，一般了。好多人呀，这个是卖什么的？卖饮料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我什么都不要，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空出来的手吃东西。这里的步行街啊，跟其他的城市有点不一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你看这些房子，它的风格啊，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什么风格，但是是以前就是在，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民国吧，卖珠宝的，珍珠，珍珠。哎，这是真的珍珠哦，蚌壳，蚌壳里有珍珠。基本上这一条街呢，都是卖衣服、鞋子和珠宝的。哦，又开始下雨了。那要骑快一点。我刚刚看到两个女孩子抽烟。其实在中国还挺少看到女孩子抽烟的，但是现在呢，好像也越来越多了。全场五折，全场五折，在打折呢。打折我也不买。哇，这个价更吵。十块，十块，通通十块。前面人就要少一点了，因为没什么店。我得找地方停下来了，因为又开始下雨了。我可以骑到里面去，这里面就有挡雨的地方，但是我不能骑。手表店，好多商店，各种各样的店。这一家是卖什么的？卖珠宝的。我闻到了一股香味，不是香香的香味，是去庙里供神的香味。这里又有一家珠宝店，又一家珠宝店，三家。有一只狗趴在走廊上，这个狗的毛好乱呀，主人应该给它梳一下，梳一下它的毛发。这里没有挡雨的地方了。哎，旗袍店，这一家是旗袍店，卖旗袍的。现在有点堵车，因为这条路太小了。我根本都过不去嘛，让这辆车先过吧。还有这一辆车，
了，要不然从这上面吧，上面安全一点，黄金一点。你可以到这边来定做黄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啊？祖先牌了。祖先牌啊？观音吗？啊。那祖在真有了。祖先牌。哎呀！哇，这一条街好像都是广告公司。哎，这是什么？鸽子，两只鸽子。哦，这一条街是卖灯饰的，很多 LED 灯。中山啊，是出了名的 LED 制作商，就是有很多工厂在中山是做 LED 灯的。以前啊，我在一家 LED 电源公司上班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客户啊是来自中山的，但是他们的产品啊，他们主要呢是做便宜价格低的产品，并不是那种很高端的。中山啊保存了很多古老的房子，有很多村呢、啊、就在城市里面都有很多那种小村落，是全部都是古老的房子，我觉得这一点他们做得很好。现在是11月份了，也快12月份了，但这里还是感觉像秋天一样，像昨天还非常的热，跟夏天一样，根本都没有冬天的感觉，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下雪了，但是这里还是非常的热啊，没有，也不热了，但是很凉快。嗯，哎，我现在要从哪一边走？想一想，左边吧，先从左边。哎，这里是一家百货公司。哦，对了，那边有一个公园，带你们去看看。可是有车，他们先过吧。过了吧。哎呦，太危险了这里。嗯，好痒啊，我的脸上。啊，不要过来，等我先过。哎，树上好像挂了一什么，挂了灯。哦，树上有灯，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可以把灯打开。看那个灯，五颜六色的。我觉得这一棵树的形状很有意思。看。这是一根大柱子一样的，刚好啊支撑着整棵树，而且它这个树的形状是，哎，我都不知道怎么描述了。嗯，下完雨之后啊，从这边经过的时候，能够闻到一股啊树木的香味。而且听到好多小鸟在唱歌，因为下雨天了，他们也想出来玩一玩，对不对？广东话就是这样子的，广东讲的讲的两张，反正我是听不懂。我觉得广东话太难了，为什么
这两条街的那条街的，就在我左手边的那条街上面的，为什么很多店都关了门啊？这边也关了，好奇怪。这里是哪里？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这边来，然后在这里迷路了。又要下雨了，哇，你看前面这条路好美啊，地上湿湿的，有一些树叶落在地上，两边有很多的绿树，好有诗意啊，而且没有什么人，非常的安静。树上的鸟，我怎么唱来着？我老记不住歌词。这里好像是一条商业街，商业街就是有很多做生意的人在这里开了好多的店，整条街都是卖东西的，所以叫商业街。为什么我每次来这条街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人，而且今天还是周日哦，看来很少人到这边来买衣服。不过其实中山人本来就少，然后开了这么多店，肯定没有足够的顾客来这边消费。哎，这是一家甜品店，还有其他的小吃。下次我来这边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因为天气马上就要冷了，所以要买一些冬天的衣服。我身上的这件毛衣是新买的，怎么样？但不是在这边买的。借过一下，谢谢。借过一下，就是当你想要别人给你让路的时候，你就可以说麻烦借过一下。这边有很多便宜的店，就是一些衣服呢价格并不是很贵。哦，下好大雨啊。这个画的好像啊，我看一下。那你戴口罩，哈哈。这你自己做的？全部我阿姨自己做的。哦，好厉害哦！不厉害。看一下啊。下雨了，我出来，因为今天星期天，有人定的，出要出来。哦，平常不过来的。下雨，平时下雨都不出来哦。因为这个怕水嘛，你看我这个草啊，哎呀，那个贵不贵啊？有10块，有15块，20块。哦，不怕的，我5年前都这样卖。哦，袋子这个可以装手机啊。这个是装手机的，袋子是贵一点。哎呀，这个好漂亮，袋子怎么卖的呢？试一下袋子就编半天都点时间，袋子也要30。这个要38啊。如果你觉得贵，我就30，就这样两个加。30块啊，最便宜。我看一下有没有别的颜色。有黑色。我可以看一下黑色的吗？可以。你说这个，我今天6点就起床，做到现在啊。这么久啊？是啊，手工嘛。哦。还没完成啊。哼。我觉得这个装手机很方便的。是。而且那个很高贵。哇，
你真的好厉害哦，你是艺术家哎。是不是、哎、我害羞了、没有啊，真的做得很美耶。我觉得黑色比较百搭一点，黑色就容易搭衣服。对，好，谢谢。我也在幼儿园做了20多年做教具，演变长城是我自创的。哦，你自创的这个我也教。你好厉害。哦，你以前是老师啊？就是在幼儿园嘛。哦，现在退休了。你就退休了呀？你这么年轻。我这么老了。哪有？所以我哎呀，我什么都没学到，就是学了这个。好厉害哦，刚刚那位大姐。好，今天的市中心一游就到此结束了。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得赶快回家。希望你们喜欢这一路的风景，下次我再带你们去看别的更好玩的地方。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那就请给它点个赞，并与你的好友们分享。也请记得去我们的网站 mandarincorner.org 上下载和使用免费的学习资料。最后，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Mandarin Corner。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